没得吃就用偷的吗？高雄市有一位街友呢，去年八月开始，他跑到各个市场啊去偷肉品，敲开人家冷冻柜，开始大肆的搜刮，搜刮了大概有200公斤以上的肉，结果被逮了。被逮之后呢，其他的街友替他出来求情，为什么？原来他自己一个人呢，把肉给偷来之后呢，到了公园请街友大家一起来吃，所以呢，大家把他当成了大哥。监视器画面中，这名男子深夜骑车到菜市场，在冷冻柜前探头探脑，接着敲开冰箱大肆搜刮，冷冻柜里冰满肉品，他一搬就是一大箱。摊贩反映说他们的肉经常不见了，然后但是零钱有时候放在那个地方并没有不见，这一段期间大概也偷了300公斤的这个肉。偷肉贼下手毫不留情，一箱一箱的搬，每个冰柜都不放过。为了怕肉品退冰，还不忘拿保利龙箱保温，简直像圣诞老公公满载而归。这个所偷的肉都是因为他本身没有什么工作，那就偷了以后就去，他大部分在三民公园那边生活，然后到那边去的就主食。原来偷肉贼是一名街友，只偷肉不偷钱，而偷肉不只给自己吃，还在公园宴请街友同伴当大哥。其他游民看到他这个有很多，经常拿一些肉到那边就，也跟他要求要分享啊，所以他在那边也算蛮受欢迎的。那许多游民跟着他吃好料，把他当大哥，让窃贼越偷越多。半年来偷了超过100斤的肉品，被警方逮捕时已经通通吃完。中天新闻记者高孟柔高雄报道。